什么都没有女儿未来的幸福重要，所以为了女儿，郑姐决定要寻找爱情，组成家庭，幸福起来给女儿看看，让她也相信家庭啊，让她也相信家庭，也相信爱情，也相信这个婚姻能让她更幸福。当年郑姐拼命挣钱，钱虽然挣到了，但却忽略了女儿的成长。现在的她对幸福有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定义。真的，我也不羡慕谁有车，也不羡慕谁有房，我真是可羡慕谁有一个家的。这是我这一生，我觉得够不着的东西，真的。现在郑姐为了陪伴老妈的晚年生活，决定就留在了四平，安安稳稳的成个家。那么郑文颖郑姐和刘志宇刘大哥能否谈得来呢？见面的当天，郑姐推掉了公司的会议，风风火火的赶到了刘大哥家楼下。忙活啥呢？你这样忙忙活活的，我打电话的时候看今天有活动吗？都没时间整这个事儿啊！我妈，四五台车跟扔在后面呢。啥活动啊？今天公司有活动。刘志宇，哎，你好，郑文颖，啊，你好。哎，谢谢。见面后，刘大哥主动开口聊天。那你原先在什么单位？我原先在第五塑料厂。过去买断以后完了，就那啥，自己就是年年交医保社保呗。对，自己交。啊，那你今年年龄多大呀？我2007年的，49周岁。啊，我属龙的，属蛇的，属虎的，我就。不想就是这个他有多少。刘大哥的择偶标准比较严格，农村的，没社保的，有儿子的，属龙属蛇的，太胖的，太矮的，太高的，考虑钱财的，不干净利索的，脾气不好的，这些呀，他都不考虑。好在郑大姐符合刘大哥的这些要求。